主管大哥，今日报周总经理，高雄市徐副市经济部杨市长，柯理事长、吴理事长、杨校长、张理事长、严理事长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进这个会展中心哈，真的觉得应该在扩大。那七年前核定，我在说行政院长在那核定，花35亿编在经济部的乡下来盖这个35亿的会馆。也谢谢承办的、承建的高雄市政府把它盖。但是刚才徐副市长也讲到，1000个摊位就把它塞满了，所以恐怕要准备盖200。我是从产业的经验来看哈，你看台北的世贸一馆，后来有南港的展览馆，现在对面那次我做行政院长核定盖，本来预定2016年要完成，现在大概会落后，可能有一两次的时间。杨市长稍微催促一下啊。那个，因为机械业啊，都是重机械。我有一天看那个塑胶喷出的机械，我已经加伊那个串蛋啊，伊三下会做狮子会做中的喷出啊，伊个机器差不多3-4站啊，那是非常重的一个机器。那南港那个二管桥能赶快完成，我们还能够避免被人家追赶过去。我记得上一次我在柯理事长你们那个会员大会有提到，大陆啊，现在不仅是这个原来的虹桥，现在连浦东也去增建这个展览馆。那日本也是，我们光机械业的工具机哈，在全球排第4大，仅次于俄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。所以好的展览馆其实是。那当时做决策是因为北部要有，南部一定要有，中部差一点。我们也把水南机场那一块军方的土地用公告限制卖给副市长，去调整哦，买东西看就是。但是台中的会展中心一定要，因为北部、南部、中部现在看起来。南部二环要开始，我觉得我们产业啊，尤其高雄是在不断壮大的一个大的部分。你看我们当年花900多亿，把台塑、南亚、李长荣，还有台肥，要迁到洲际货柜中心，就共花了900多亿。中央跟这些民营的企业合计花了900多亿。迁水泥槽、油槽、气槽、肥料槽搬到洲际货柜中心，才有今天港湾的新的这个经济。那这个会展中心、还有旅运中心、还有海运中心，全都是新兴的这个事业。所以北中南一定，连东都要起步发展。而且《经济日报》企图心很旺，每一次办的展览啊，都有很好的成绩。我觉得周总经理是很了不起。我建议高雄的朋友给周总经理鼓个掌，好不好？我希望哈，杨校长，你是高应大超级棒的大学，我觉得我们产官学研大家精神合作，企业界跟中央政府、跟地方政府、跟学界、跟研究界大家同心协力，有传播媒体来大为扩展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高兴。所以今天用很祝福的心情来出席这个盛会，尤其听到春宴好像春天的心情到，在压抑了大概2-3年的这个景气啊，那大陆成长趋缓，欧债危机方兴未艾，现在还在复苏的缓慢当中，美国成长不如预期，中国大陆也连续负成长好多。那我们是连14黑，日本更难搞，连15黑，所以整个黑希望赶快过，那么春天能够赶快过。我也希望新的政府在中央执政以后，能
能够持续让产业界不断的发展，然后增加出口的力度，扶植产业的利益向下行。那两岸一定要和平稳定发展，然后带领一个联能而合作的中央跟地方政府，能够回应民众高度的这个盼望，就是这是我们产业界要带动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变化全力协助的。所以瓜地首定你是很棒的，不止你看我们当年的话，机械业工具机一定列入四个最重要的重点产业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产业的脚步进步更快。祝福大家人人健康，家家幸福，刮胡家家赚钱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副总统。也请副总统先请留步。第六高雄自动化工业大展开幕典礼成功，在此也预祝我们高雄自动化工业大展展出圆满顺利。